气死我了！当我踩人，我一直听说有人在 YouTube 上，盗用我的视频，我都没习惯。我想，哎呀，没事儿，让着。结果今天一看，40多万粉丝了，真是臭不要脸！我要把它做掉。从此你们要知道，这是我的号，那个人是假的，这才是张彩玲本名。以后如果想在油管上看我，看这儿啊，看这里，看这儿。